突破自己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却无比的困难，习惯找寻一个自己的舒适圈的方式，生活其实是人的天性，但是创作人如果可以脱离自己的擅长领域，挑战创作不同的故事看看呢？今天我们询问每次创作都在不断突破创新的凤老师，且他在今年因为无价之画这个作品更荣获金漫奖的年度漫画奖。那凤老师你好，可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嗨大家好，我是凤，然后我现在是漫画创作者，就是我的作品有大城小事、魔幻时刻、无价之画，还有现在在 LINE WEBTOON 连载的氪金派恋爱。觉得周更好累哦，我很谢谢我的助手。对啊，我的助手就是像小闹闹啊、萧子啊、空空啊，然后还有安德利，他们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帮忙。我助手团就是每个人都对我蛮好的，听一听助手也不少哎、欸。他们不是每次每个人都会用到，他们是大家一起打游击战哦、嗯，就是这礼拜谁有空谁来做这样。但这样很好哎、欸，会有一群人，然后可能谁没空没关系，还有别人可以帮忙、嗯，对对对，就大家一起在看这个作品成长的那种感觉。偶尔还是会有大家都没空的时候。那老师就是你最辛苦的那一周。通常就是我会抓这个画面跟工作量，就是。我就算是只有一个人，然后我不休息也是可以在一周或了不起八天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代价就是我不休息。Oh no！ 所以其实找助手就是除了他们可以给我很多的那他们专业上的协助之外，重点是我自己还是想要休息，一个礼拜还是要有一两天是不画画的。对啊对啊，不然那真的是、好累哦，很消磨哎、欸，对啊。这部作品它是在讲那个虚拟实境的交友、就是大家玩那个交友软体其实会有线上跟线下的概念嘛、就是你在线上约到人，然后 OK 之后你们就会约线下，就是一起去干什么之类的。但是它那个概念是就是因为它虚拟实境，你只要在那个太阳穴戴上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场景立刻就会转换成就是你们两个约会的现场、对，所以等于这一部故事其实是在打破线上跟线下的概念，因为我的主要角色们线上跟线下几乎都会长得一样。那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传达就是现在未来的年代其实线上等于线下，人家都会说什么有些人在网络上是另外一个人格嘛，但是其实我的感觉是你只要认识那个人够久，他线上跟线下永远都是同一个灵魂。对，有些读者会反映说他在上面看会搞不清我现在在虚拟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可是但这就是老师对我就是想要让你们搞不清楚。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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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因为实际上根本不用分这个东西、因为其实这两个东西回归到最根本就是你还是你自己，对，不管你外表变什么样子、就是你的灵魂就是那个样子。我就觉得好玩就做、我其实画漫画做事情我很直觉，好像很好玩或好像很有趣，然后我就会做。但这样也好，就代表说你依旧觉得它有趣，你依旧觉得它好玩。对，至少、对，至少就是我不管这部作品给我反馈多少，我有没有赚钱或者是我怎么样、我起码就是觉得我完成一件好玩的事情。我在接这部作品的时候，那个我虽然觉得我没有画过历史改编好像很好玩，但是真的觉得好玩、接下来之后我就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如何去还原另一个人。就是那时候我在心里想说，其实即便我不管怎么传述他，那个其实都不是他，那个是我、就是那个是我在想象中的他。对，那是你后者去看他之前的历史还有看他经历之后你解读的。对，那是我解读的，那其实不代表他。然后我就会在心里想说、哇，那我怎么可以这么，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这么我知道你我怎么有资格去创作这个角色，对、我怎么可以这样。然后但是我纠结了一下之后，我就觉得可是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现代与过去的那个历史致敬嘛、本身就是一场致敬，所以我后来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要纠结太多。我就觉得如果找到的资料跟那个他儿子就是杨信朗先生，就是美术馆馆长先生、他跟他描述的就是他爸爸的状况，因为我们再怎么说都一样是画家，其实我们对于画的坚持 还有乐趣，这一点就是我从他留下来的文字之中可以感受到的。像是我去逛他美术馆啊，然后我逛完之后要走掉的时候，看到他门口贴了一排字是杨信朗先生生前讲的，他就说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来当画家。哇，好浪漫哦。对，然后我看到就觉得、哇，这个好重哦，就是我也觉得我也很喜欢画画，不管我能不能靠画画为生，但我很确定我是喜欢画画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太有共鸣了，好，我画，就是觉得不要想太多，那我就画。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追寻也不同，那也希望大家透过这一集可以听到自己想要的内容。谢谢小老师，然后拜拜。谢谢，拜拜。